钟让你学会创意模组造型，那我们开始吧。第一步呢，我们把它的嘴圈上轮廓剪出来。好，我们给它雕刻一个中间的一个小这个腰带的位置，然后其他的毛呢就需要剪短。你要小心，因为做创意美容的时候每一条线都非常重要。前胸的毛呢，我们尽量剪得短一点，让它的身体看起来更加的紧凑。你剪刀呢倾斜30度向外。好了，那身体的部分呢，大型呢我们大致就去掉了，然后接下来我们开始做它的这个小裙子。粉色叠加到中间，接下来蓝色和粉色中间叠加，这颜色染完之后呢，就是这样的，比较梦幻的，比较冰激凌的颜色。然后内侧呢，如果这个风一吹，它跑起来，风一吹，里面呢又是给大家一个小惊喜的这种感觉，明亮亮的颜色。把裙子的部分呢，就做一个立体浮雕的造型，给它做1、2、3、4，做4层裙摆。好，今天的创意美容呢，李宁老师用了黄色、粉色、蓝色做出的染色渐变。那这个造型你学会了吗？学会了，记得双击和评论哦。